你瞎呀！还请大家多多期待，我和子雨姐即将合作的新戏。什么？你要跟我一起拍戏？画好了，你看看，好看啊！谢谢。连化妆师都跟我抢了吗？真是躲都躲不开，是我到早了。你的意思是我迟到了？难道不是吗？你现在开始画，刚刚好啊！哼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安排我了？ 我去现场，失陪了。你是不是偷了我的笔？我没有。那可是许涵送给我的。我没想到你会怀疑我。他，王子玉，你会不会演戏？为最好的闺蜜冤枉你这么演吗？怎么还被一个新人专业？导演。 刚才那场戏明明就是他的动作神情更好做，要让我来演，我也能演得好。好，现在你们两个换一换，我看你到底演得多好。来，各部门准备。这又是整哪出啊？我要不要配合？先坐下。准备了。那真的，手该放哪儿啊？预备，开始。是不是你偷了我的笔？我没有啊。 那可是许涵送给我的，你赔得起吗？我没想到你会怀疑我。演得好，这才叫演技。演得好啊，演得好啊，这才叫委屈。他演得好，你怎么不用他呀？我用他怎么了？这角色本来就是丽姐的。啊？ 以后你就演他的角色。什么？你敢混我，我就撤资。你不就是给了500万吗？我告诉你，能拿出这500万的人多了，哼，是不是啊，丽姐？嗯，我要的就是你这态度，好好演啊。嘿，嗯，工作人员，放饭了。 怎么搞这500万？拿命拍戏30年，不吃不喝一辈子，买彩票，去澳门，嫁豪门，难道要去求方子玉回来？